哎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一开始的 BSN 测试这样小小本，一开始就拍三所学校。这个是我们的总招，他在就是2015年，对，2015年没错，拍摄的学校。到第二年的时候是就有这本大本，这样大本的。就是我觉得，其实真的很累很辛苦。然后可是当你看到小朋友给你的回馈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还好你有坚持下来。希望唤起很多人去重视这件事情。其实这不是只有照片，那这文化啊，这里当然还有人情人文，然后还有一些温度，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啊，情感，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情感，那还有那小孩子展现出来的笑容自信。一二三，趴好，摆 pose， 看前面摆 pose。